下午好啊，大家好久不见耶！ Hello 安小卡卡艾拉小易 ，Hello Hello TS，Hello 羊圈里的鹿 ，Hello 好久不见，给你们看我的耳洞，它刚发炎了，我刚紧急把它拔掉，好痛啊！超痛的。我要吃大阪烧，但我现在不想吃了。好久不见。Hello， 超咖喱羊圈里的鹿、北极熊、竹轮、乌鱼、卡冲 ，Hello Hello， 那我是杰克。陈鱼呛辣咖喱，现呛咖喱送清水草。谢谢北京熊送的缘分相遇。谢谢的分享，今天风很大，听起来像是的。这边都是风吹的声音。继续听。小贾斯汀，我最近都在听小贾斯汀，还在听。谢玉人的分享，风的声音，他不知道，今天可能风很大吧。20分钟准备考试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那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我准备怎么样，还没成绩还没出来的感觉。我在吃柳叶鱼，柳叶鱼。感觉吗？还不错啊。应该还行。谢谢杰克送的香槟。真不会说。应该是还行啊。昨天雅轩有看，我有看到，他跟我说他10点要开直播，我说哦好，然后他原本11点打电话给我，但是他说他很累，他想睡觉，就哦好啊。谢谢雅轩，你的入手香槟，今天大家怎么都在看香槟？谢谢戴瑞伟送的美式汉堡，有鱼软吗？有的。庆祝一下，庆祝什么？谢志宏送的香槟 ，Hello 古早古早味。怎么大家都在开香槟？请问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我想去高雄玩或台南。你说他吵是不是？我要问他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去玩。马上。我们要不要去玩台南高雄？马上约。好，我约完了，等他回。就是那么的随性。开头都蛮简单，难的是后面对时间。推台南高雄太大了，我想去南部玩。现在 Darry 晚上带你去流浪，
会不会约成？对啊，先约，然后有没有成功就再说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这几天，好吧，吃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大板条长怎么样，但是已经被我挖到，我拿一口给你们看。那个长这样子，被我挖到有点恶心，大家肯定不想看。这是高丽菜根，我刚以为它是花枝，但发现挖起来是高丽菜根，所以我要把它放回去。我要找海鲜的部分，在这里。啊，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《原子少年》的最后？有我哟，像那一堆柳叶鱼。没错，面糊状，没错。没有看《原子少年》是不是？也是的。我那天在看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有我们三个，哪三个？我再看一看，因为我压根忘记是下一次我录的是下一次播，然后我就。原子三宝是什么？好像知道哦，嘉诚姐姐，冰块，馒头吗？是馒头吗？这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他没有跟我说，小孩有说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冰块鸡，嘉诚姐姐馒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嘉诚姐姐很漂亮，真的，你们看播出就知道了。我记得播出应该会播，你们看播出就知道嘉诚姐姐很漂亮。谢谢思琪送的闪光星星，那要乱告吧？是因为玩那个吧，玩那个节目团综很好笑。想想外面到底在叫什么，就是风吹的声音，给你们看，应该有哦，给你们看预告片，应该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在看，然后就看到一半，然后突然出现，我就哇，然后一家就说你怎么在那里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哦，这样有我这样。预告，查一下。预告，我看一下是什么。这个吗？看一下，为什么是快转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好像不是这个。哦，因为我刚刚看影片用快转了，想起来了。那说为什么是快转？因为我刚看影片用快转。我找一下。嗯，还是这个。哎呀，好像有吗？还是没有？还是在正片里？没有啊，在预告里啊，奇怪，该不会是腹肌吧？不是吧？小孩刚刚还快乐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马上关掉，他已经130,000了，很多了。在哪？没有哦，啊，哇。那大家就只能看
就期待下一集这样子。有你正常，如果有一家，然后我就看到一半，因为我没有料到我会出现在预告里面，然后就看到一半，突然说哈，我在哇这样，我说哇，然后王一佳就哇，你怎么在那？我说哇，我也不知道哇，这样很好笑。然后后来遇到那个小孩他们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刚看到你耶，我说对啊，我就在那。因为他们刚才在看，那时候也在看《原子少年》，然后遇到，然后说：“哎，刚刚你。”我说：“对，对啊，我去啊。”这样，笑死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下一集会有我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，就大家可以看。对，哎，要嗨啊，要嗨的，要嗨的。哎，我不信哎，怎么会没有啊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吗？那就放在最后啊。今天的这个再次的名称叫做《漫游引力》，所有的行星。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啊。只是我不知道镜头多不多。就但是都一直都在。在正片还有找？没有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就是会拿麦克风讲评的那种第一排，所以应该是很好找。应该是只要镜头出现在观众席，就会有我的脸出现哦。对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个。所以这是什么声音？风吹的声音啊，风声。鲜花是魔术送的，你最闪亮。你坐在老师，不是老师的位置啊，是就是贵宾席，有点像贵宾席。旁边是坐那个 YouTuber， 就是做原子 reaction 的 YouTuber 这样。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坐在他旁边。旁边是快乐宝剑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反正就预告里面有看到，旁边是快乐宝剑，然后就坐在那，我说，我怎么在这的那个感觉？哎，有叶一豪跟快乐宝剑。就他们有去。一坤老师不在台湾，对，是宝剑，没错，他很好笑，比较爱路易莎。没有，跟当天就是一豪跟那个宝剑。好像有评论，有啊，他那时候看到我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好看你的狼人杀。”我就想说：“怎么会是狼人杀？怎么会是狼人杀的问题？”对，竟然是狼人杀，我吓到。可是他好像研究女团，我以为他会说就有看其他东西，结果竟然是看狼人杀。
没有说没有，我跟他说，然后他说我嘴胖，他说是吗？这样看起来是没有比较瘦。然后上标签大于女团，对吗？没有啦。对呀、啊，竟然没有比较瘦，但我那时候还是比现在胖一点。哎，听一下。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。 录影的游戏玩，等一下，你说他们拍平面的时候的游戏吗？那个我有看。我要唱一下歌。Cause all I need is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who can make my life complete. But you, when the music makes you move, baby, do it like you do.曝光才真的，对啊。King and Prince 的歌就是我们哦，他们发新的嘛，一起棒，一起那个舞太扯了，他们舞越来越扯了，我觉得很瞎，太扯了，真的太扯，很强，太强了，他们太强了。啊、那个苏你是吗？苏九那个你是要说拍平面的时候他们玩的游戏吗？哎、欸，那个好好笑，救命！放假都在干嘛？我前几天就在放假，前两天就在放假，放个暑假这样子，然后今天再来开直播。这次练几分多久？没有啦，我大概那一天大概是早上看到，早上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看到。然后我就睡醒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化完妆之后两点开始练，然后练到两点半吧，差不多练应该练半个小时，然后就出门，然后就去舞蹈教室，然后因为我们是下午才去练习，所以我提早到舞蹈教室，然后去问问看舞蹈教室的老板，就说是玉琪老师，我就说玉琪老师，没有，都叫他玉琪，哎我。啊、老师，我忘记我叫什么，反正就是，老师有空教室借我吗？他说哦，我看一下，有啊，二楼大教室，你去用啊。我说哦耶，谢谢老师爱你，那我就下去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考完试了，谢谢念念的分享。然后我就call小晴，就说你可以提早到吗？这样子，然后就帮我录音。始源直接被始源太好笑了，他当哪有人这样子直接到处找人那个前道士导部，太明显了，他应该要说我们来打赌，为什么超好笑的，真的很好笑。谢谢物语上的掌声鼓励，因为我就突然看到就觉得很棒，就很喜欢，然后就拍了这样。哈，噔噔噔。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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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跳舞时穿的，为什么大家为什么都要记得我的爱心裤？那爱心裤子很可爱，但为什么会这样子？
好，我要继续唱歌。Girl, I can feel your body rock. Take a ball. You are my hottest ticket now. We gonna party like it's 30-12 tonight.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. So just I'm coming for you.I need is a beauty and a beast who can make my life complete. It's all about you when the music makes you move. Baby, do it like you do.我想买一条来穿。现在正在送闪光星星，现在演唱会，对，大家赶快诗雅演唱会买起来，看起来。Hello， 笑笑，这是 Bieber 吧？对啊 ，Beauty and the Beat。It's all about you when the music makes you move, baby. Do it like you do.你买好耶、yeah ！我在哪？我不知道我在哪，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，我想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就那样。花岛旁边，你说昨天下大雨吗？哎、欸，是什么时候讲的？前天。我来找哪样？昨天下雷暴雨有吗？昨天有吗？我忘记了、欸。哎、欸。中南部，我想说北部我忘记有没有下，北部有下雨了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严重。谢谢想想送的幸运四叶草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歌。傍晚时差也下一下，对啊，傍晚为什么会傍晚？下大，我们就这样说，那时候好像六哎、欸、几点多，六七点，然后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下雨？怎么可能？因为原本要去打篮球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下雨？什么意思？这样在打篮要去打篮球，然后就去了到一半就直接下雨了。对啊，打篮球啊。当然我根本不会打，我也国中过后就没有打，我根本我连什么三步上篮我都忘记了，对，我真的全忘，而且我臂力我站在二分线上面我也投不到，超瞎的，整个我只能去
那个抢球这样，真的不会打，所以我就去买饮料了。看得到跳的音，不会吧？对，我真的不会打。可是我大概打完一局，我就说我不行，你们要喝什么饮料？我去买饮料，再见，你们慢慢打。不行哎，我队友也不行啊，那队友也不太行。饮料才对，因为我就受不了，我就说哎，我要去买饮料，你们要喝什么？刚逃离耶。一群没有啊，有很厉害的人，但是我刚好队友都好像还好哎，没有，我最差，对不起，我最差，我真的是害群之马。球类真的不行。我是说不要给我球圆形的东西，你要给我不是圆形的东西，大概就是羽毛球。猎团是什么？对啊，篮球圆的呀。I'm coming, a guy like you should run worrying. It's dangerous, I'm falling.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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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. There's no exit, I can't wait, I need a hit. You're dangerous, I'm loving it. Too high, can't come down. Do you feel me now? 谁生日快乐？谁生日快乐？耶！ It's a taste of your lips, I'm on the right. You're dancing, I'm sleeping under. I'm addicted to you, and you know I'm not dancing. 最近我不知道，我最近在放假。我最近真的在放假，这从礼拜天放到昨天，礼拜天没有，礼拜天有练习，一二三了，一二三在玩，现在 TS 上了香槟，好快乐，过得很好玩这三天。啊！我要去找中文歌，我今天想唱歌。这是谁 ？J. Sean。嗯。速报新歌有什么？看一下。安琪毛元妻。哦。听一下。我没听过，听一下。谢谢想想送的香槟，怎么大家今天都在开香槟？谢谢爱莎卡送的一封信。好的，因为一万啊，谢谢。感谢大家，我的那个啪啪啪，让我进到一万八了，耶！现在涨蛮快的，因为啪啪啪那个，对，那个涨蛮快的。我看一下，
有人喜欢就会有人讨厌你。哎。如果不要韩文会不会长更快？不要韩文吗？我以为不要英文就可以。我看一下哦，你说不要韩文那连吗？可是他们他打歌的时候好像也是不要英文。我找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他的那个，对啊，他是不要。英文。立即订餐。当杀人被看到的时候，不要慌，和队友一起去观景台。我直接上去就把五号干掉了。我以为没人发现，我来找找。我查 twice 好了，等一下。因为通常用那个音乐，通常都会就是有流量，就是用他们的音乐 ，IG 里面音乐就会有流量。没关系，我来。那莲，那有，然后，应该可以吧？这样。上周吗？我上周吗？上周没有出去玩呢、欸。上周在考期末考。One two three four five， 到一个 hashtag。可是他，我看过了他的 challenge 叫 pop pop pop， 但我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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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的是这个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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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很多人用的音乐，对啊，就这个啊，就是用官方的那莲的音乐，就是触及率比较高啊。这个我都知道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对啊，他们叫 pop pop pop， 再看一次，等一下哦， pop pop pop， 我知道他没有惊叹号，他的惊叹号是另外的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我也没有惊叹号啊，在那边，这样，啪啪啪，对啊，他的是啪啪啪，我来，等一下哦。行，可，就这样了。就这样子了。我要听中文歌，他为什么不让我听中文歌？我看一下排行榜。嗯，韩语新歌、台语新歌、粤语新歌、钱柜国语新歌。钱柜台语新歌，啪啪
静下来。刚起床吗？对，我一点起床的，一点起床的。这么早？因为我一点半要直播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今天要调时差，我今天是要调，因为明天要工作，所以我今天在调时差，不能这样子睡。对啊，就是天天路上，今天上一课了，啊，是有出国，没有啊，没有哎。没有，就是出去玩总会比较快乐，然后就是那个时间有点诡异。Kiss me, oh my god, 我刚声音怎么了？ I wanna make it pop pop, but you want it pop pop pop.我想一下哦，那时候看完，然后回去去哪？后来我们去哪？哎，忘记了。哦，看那个 YouTube 频道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维腾，反正就在看那个，然后看到晚上，然后后来去玩，然后我在那想，我这几天在干嘛？礼拜二去哪玩？礼拜二在干嘛？我忘记礼拜二在干嘛嘞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礼拜二去逛夜市，然后礼拜三昨天对不对？礼拜三去打篮球，吃麦当劳打篮球，有点记忆，因为我们这做的事情有点多，那个也没有很多啊，因为礼拜二五点才出门，有礼拜一去淡水玩，哎，礼拜二去淡水玩，礼拜二。歌，我要找歌，这是什么？夏日围田恋曲。我来找会唱的，哦，这个会唱。这礼拜是不是比较闲一点？对。跟谁打篮球？跟我的朋友们。跟我的朋友们。经典华语歌曲，没错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是去大道城打篮球，所以我今天很无聊，就直接去看河了。我真的很无聊，去看河了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安娜都是我关心。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明明很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Oh baby， 请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点，不要
冒险做一点点，让我们整个看见。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打篮球打赌有输的没有？哎、欸，带动要带动，我不知道怎么跳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跳哎、欸。喝铁的摊贩现在有啊，还在，不然我去哪里买饮料？还在啊，我再去逛街买饮料。以为你会，我不会。下一首，我的菜，关于爱上你。你的眼睛要了我，哦，夏日什么微甜恋曲有这首，好。像水桶般不断被你吸引，摇落满地不住这旋律，和你相约在那月光下沐浴。有吧？有什么？你说摊贩吗？摊贩是有吧？被洗一阵子。爱你吗？我这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没看过。我只在那个脚的。你永远不会忘得过我的臂弯。亚特兰提斯最近很红，很厉害啊！亚特兰提斯真厉害，好像霸前五，对不对？那个啊 ，Twenty One Summer， 好扯，很厉害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很有才华。那我这样随便一个夏日微甜歌单就出现了。十二点。我喜欢每一面，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，像是黑洞般不断被你吸引，有我满地铺出这旋律，和你相约在那月光下沐浴。时间放慢，此刻动作定格， It's all but falling in love。天气的星星，追寻爱情的足迹。你猜，我不放开，放开。亚特兰提，我喜欢哦哦哦，给你们听，我不知道你们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没有这边没有接声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哦哦哦！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，像是黑洞般不断被你吸引，有我满地铺出这旋律，和你相约在那月光下沐浴。时间放慢，此刻动作定格。有啊有啊 ，YouTube 上面有。爱情的足迹。我看看。先会上 Kiss 啾啾，小孩跟陈又，哎、欸，我不要看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，这个吧。
好闹哦。我去看一下，吴玉婷真的是高材生，很厉害。哎，哦。长这样，为什么哦哦哦要这样？不行，蔡采用这个不给过哦，不可爱哦。他没有在装可爱。Ella Ella 可爱，对呀、啊。他们好像是就是临时编的，对，这个是临时编的。他回去夏日微甜。做什么？我看一下还有谁？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好的，我看一下。在这，等一下，世界再大你有的。当你，你会想起谁？你小孩可塑性太高了，可甜可盐，很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台风就跑去，不知道，可能我家住很高吧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这一样也是在夏日微甜里面。听来听去都是情歌，听不进去自己哈，真心真切腐烂的爱情，直到看着你的眼睛，专属味道。清楚的风，对啊，为什么风那么大？这我也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不可能的爱在燃烧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是一段不会说要分开就会真的分开的恋爱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几分钟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就算没了的现在。爱越来越爱，感觉越来越来越坏。不想承认你是我的菜。爱你直到回忆。太空说要飞起，带你飞到银河系去。
是我在另一边见到。说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会收到两个台风影响，好险我玩完了，我三天玩完了。我好像没有其他歌单啊，我不想听了。恋夏时光，突如其来的浪漫。恋爱季节甜蜜蜜，仙人掌。不可能的爱在燃烧，告诉我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是一段不会说要分开就会真的分开的恋爱。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越来越 fly。我找到我想要听的歌。啊，等一下听个这首。的词写的好行，你说哪一首？恋爱吗？亚特兰提斯写的吧？是，哎，还是 Max 写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找不到，等一下。这个、啊。啊 ，Max 写的。Left and right。 悄悄黑吗？嗯 ，Here。그대서둘러지말고悄悄黑吗？我要来拿甜点。对啊，我是很久没有吃甜点了，因为很久没有吃，我很久没有吃甜点，我最近都不知道吃什么，就是有一餐每一餐都在吃。对，真的是不知道吃什么。我来。给你们看很酷的东西。对，我昨天半夜吃泡面，因为我饿到肚子痛，然后我就吃了泡面。对，因为我昨天就是先去吃麦当劳，然后麦当劳我是都在肚子饿。对啊，就是我昨天吃麦当劳，然后我点了蛋卷冰淇淋跟烤鸡沙拉餐。所以有附薯条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我蛋卷冰淇淋我吃不完欸，超扯，我剩那个底，我第一次蛋卷冰，我第一次冰淇淋没吃完，我真的吃不完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只剩那个底，然后再吃沙拉，沙拉烤鸡沙拉我也没吃完，就什么都没吃完，薯条我也没吃完，什么都没吃完，然后就一直到晚上，然后半夜12点多，我就觉得很饿，然后我就去吃了泡面。然后就是最后这样有一餐没一餐，然后前几天是去吃麦当，啊不是麦当，去吃夜市，然后买回来吃，从夜市买回来吃，然后就买虾饼啊，牛排，然后牛排大概只吃两块就这样吃，然后虾饼也吃大概两三块。还有什么？我还要买什么？我买那么少吗？鸡蛋糕，鸡蛋糕我也吃一颗，我不吃。
我这几天都超怪的，然后半夜三点就是起来煮泡面，就是因为住就是大概就出去玩，然后住朋友家，然后就半夜三点起来吃泡面嘞，就因为我们很多人，然后就煮了六包泡面，这样一起吃。虾饼是那个月亮虾饼，很大学生，我第一次体验一下大学生的生活，第一次，就是第一次。他们说，真的没有体验过哎，就是难得有时间。但我真的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，还没七月玩不了啊，所以要在赶快放暑假之前赶快玩。我的巴士课，给你们看里面，很棒。我直接半熟的。非常的绵密，超好吃。七月有确定哪天回国？什么意思？原子吗？还是什么？是玩完了？谁玩完了？我吗？我没有玩过，真的没有玩过。我再来看一下有什么，来开趴的歌单，点来开趴的歌单，等一下嗨起来呀！夏日 party， 不要，还好，放轻松。名人推荐，大学还有很多，没有，我真的我的大学生活已经跟大家不一样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谢谢龙和阿强送的温收礼，谢谢水踏送的无尾熊。就大家可能大学可能会常常什么，真的是很少，真的没有。随便查原子，随便查一堆物料，感觉网络都懂原子就很红啊。路上全部都是原子啊，就是你知道夸张什么程度？夸张就是，他们走在路上。走到哪都会有人说：“哎，请问你是小孩吗？”这样子很红，真的很红。走到哪都会被问，说小孩的话，你连上课都有一次没一次。对呀、啊，谢龙阿翔送的学渣，有这种事有，非常红，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真的太红了，好强哦！怎么可以那么红？而且都是北北哦，因为变成没有，我没有变成迷妹，我是觉得就是很厉害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然后他们就红了。对，我没有变成迷妹啦，都认识，不会变迷妹，真的。好痛哦！他结痂哎，他结痂。迷妹关键是银河，对，没错，我只有对银河会是迷妹的模式，其对 Super Junior 会是迷妹的模式，现象级，对啊，那我再传，不用，到时候等他快好的时候我再吃进去就好，因为他我今天才把它拔下来啊，这个是我今天才把它拔下来的，让它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把它戳进去就好了。
知道有一个最扯的是他们，反正就他们出去，然后那个摊贩的是老板，老板说：“请问你是小孩吗？”然后小孩就：“哦，嗯，对。”他说：“我老婆很喜欢你，老婆哇。”他说看起来四五十岁，就是年龄层真的很广，年龄层超广的。银赫的挑战是喂有啊，他不喂给李东海，他要喂食有没有想去？有去，没有，他可以喂给东海没关系。看到连老公的人，你妈也很喜欢哦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都喜欢小孩，大家都喜欢小孩耶。赶快叫老婆出来，请问是易云吗？没有，没有人认得易云，没有人认得易云，没有人认得易云。没关系，但真的很酷。他们很常被那个，就年龄层很广，就是大致那种五十几岁那种，可能五六十岁，然后小的话就很小，这样很酷哎。嗯，在啊，他在这，就是全民原子少年啊，大家一起看原子少年。认得有什么推荐招呼吗？兄弟姐妹啊，就请问你是易云吗？这样了。还在播的时候啊，对了，还在播的时候是蛮常被认出来，是没错，是没错。还在播的时候，我是连戴帽子、戴口罩。大家说：“哎，请问你是易云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去买衣服，我去买衣服，然后戴帽子、戴口罩。”请问你是易云吗？对，超尴尬的。他上不会，没有人啊，然后他来认我。通常都第二句都是能不能合照，对啊。通常第二句都是能不能合照，然后我每次说不好意思不行。我们说这样，什么是这个？歌单，我找一下。时间放慢，此刻当作停表。等洒满天际的星星。然后就会莫名在低卡被黑成那样，什么意思？当时染发的颜色很好认。我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，差不多啊。迪卡少看有医生，没有，我们最近都在看迪卡，因为最近迪卡很热闹，最近迪卡很热闹，就大家都在看。我看一下，嗯，对，但是成员就都在看，不要乱看。没有，我有一阵子是不看D卡的，因为就是反正就是有一阵子不看D卡，但最近就会去看。有人D卡不行啊，如果就有人在D卡上乱讲话的话，不能让他乱讲话哎，所以还是要看。好痛。哎呦，
结痂，都会很在意还是不看微妙，还好啦，要自己发文澄清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如果被黑的话就可能是需要互相消毒一下再抹，没关系。值日生发文，我值日生发文我写了一个礼拜耶，那个发文我写了一个礼拜，我看一下。绿云守护，我看一下表，我来看一下现在有什么里面。我来看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篇真不敢相信，为什么整个用字都我的、啊、整个用字都是我的。献花什么树上的小幸运铃铛，铃铛对，铃铛。欸，真的不知道要听什么歌欸，讨厌。不要再夏天的风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看一下啊。所以我就说我写了一个礼拜，我真的写很久。还不错吧，谢阳哥送的可爱羊驼。早的事都快忘了，怎样另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歌应该明白，还沉醉个痛快，就让我陪玩这场的真爱，只求心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欢迎放暑假，放暑假了，开心啊，放暑假咯。我放暑假了。亚轩说最讨厌处女啊，他超讨厌处女座，对，他超讨厌处女座。没事，那是个人因素，不用难过，不用难过。他很讨厌处，但是这是个人因素。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熟悉的我的歌应该明白，
人会沉醉个痛快，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，只求心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まだモドカレです、所有的モドカレです。哎，我这个也这样爆料吗？我不知道了，反正都是处女座，他都是。只求心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，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有什么想在暑假完成的事情？暑假完成的事情就是无根无据入门，顺顺利利，逃不出的宿命。对，然后我去问一下雅轩这样子，为什么你逃不了处女座呢？这样，看一下有什么歌，心动拍拍好了。最近没空，我就是今天回来要工作了。一起来拍一拍我的可爱，高马尾和长刘海，拍一拍我的耍赖，坏脾气和有点拽，跟我心动拍一拍，偶尔女人偶尔女孩，拍美丽的现在。对，我要开始工作了 ，everyday 工作，开始坏掉了。我真的只有这三天给你们看，好像不能这样看，怎么办？好像不能看的，看不了。我来看最大，哎，我做什么？哦。一起来拍一拍我的可爱，高马尾和长刘海，拍一拍我的帅。嘿，嘿，只有三天，只有三天是空的，就是这三天我出去玩了，回来就开始了。手机壳，我最近买了一堆手机壳在换。嗨，我的可爱，刚来我和桥梁，嗨，拍拍，奔上来。好了，我们来听一下很红的。啊，哎。
等到或中，用想象大概知道有哪些。你说手机壳吗？还是工作？Money going down， 手机壳，好像。嗯。Go， 一直向前走，不管黑的说的什么钻研 flow。哎，你知道那个 Go 一直向前走，然后那个制作人的朋友传给他一只狗，好像是柴犬还是什么犬，然后说 Go 一直向前走。好烦！哎，那个那个可以当当梗图哎，超好笑。狗一直向前走，然后就一只狗，超好笑的。贝拉是贝儿，贝儿公主，贝儿，贝儿。超好笑的，狗一直向前走，我看到我快笑死，我想说天哪，太有梗了吧。Go， 一直向前走。Go， 再听一次。Go， 一直向前走。超好笑。Check check upside down， check check upside down。嗯，我觉得不行。整首用来又出来拍一支 MV， 你说这首？懒得跟你讲，变装模又做样。懒得跟你讲，变装模又做样。懒得跟你讲，变装模又做样。懒得跟你讲。不想听了，我这个就一直在拍狗向前走，超烦的，狗一直向前走，好烦哦、喔！大家有知道最新的绿豆碰吗？大家可以们听，超好笑。从不懂得表达，我醒着做噩梦，压抑的内心就要被掏空了，而我受伤了。想要梦想陪着我，但是为什么违背过程中的我只有一种照着规则走，错过后等候成为了我最不想要的生活。 为什么给我一个不会坠落的理由，不可以就这样的看着我，然后一起走过属于我们 chasing in the dream， 能不能够有你陪着到最后，就让时间停留，静静望着同一片天空。 Don't wanna everything， 因为这个版本没有升 key， 这版本是比较低的 key。Don't wanna everything， 有点热情有点冲，那都没什么错，勇敢走入迷宫中，不问为什么还能犯错，年纪别放过，我们就这样长大了。如果一个人恋爱都不敢说出口，那不管做什么都难受。有一个请求，请你听我说，生命有着你，我还奢求什么。为什么给我一个不会坠落的理由，这样的看着我。比较少聊吃的，对，因为我最近不太爱吃。能不能够有你陪着到最后，就让时间停留，静静望着同一片天空。Don't wanna everything， 紧握你的手。就像你也会对我说，其实我们并不寂寞，
喜怒哀乐都有着你一起去度过，就这样的看着我，然后一起走过属于我们 chasing in the dream。能不能够有你陪着到最后，就让时间停留，静静望着同一片天空。Don't wanna everything，Don't wanna everything。赞哦。什么歌？哦、oh ，自己按赞赞哦。没有，我刚刚在看真哪一首歌，发现是一样的夜空。大家说这首歌很好听，但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印象，我来听一下好了。会在那里，这局面不是谁的问题，少了你不知道怎能认识多久，换多少四季跟你日日夜夜白昼，你在这还是一样的夜空，你是否也会想起我，在一面镜子之后，不大会唱。歌词怎样？和素华的女人，这蛮好笑的，很酷哎！大家很会取名字，好可爱。潜伏真难的主机。啊，对，小孩本名叫何素华。脸上的胃，腐朽的血。燃起了烽火，众人们可走，他们真的很多粉丝。当我爬上了宝座，你之后就会走。Yeah, you know I'm a king boy。攻城略地柏林。Don't play with me, boy。Head I'm gonna head。不然跳个原子，我也觉得跳原子好像会有很多人关注哎，就是因为现在热头上，但是我没有一个，就是不知道跳什么。对，就像小晴的那个 Freaky Love 也蛮多人关注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要跳什么哎。真的真的忍不了，一个都别逃，全都被我放走，燃起了烽火焰。众人们沉浮也 You will never know, You will never know。 当我爬上了宝座，你之后就会走。 Yeah, you know I'm a king boy。 攻城略地柏林。 Let me go know I'm a king boy。 Don't play with me boy。 Head is gonna head。天你遵守，我要侵犯每块地耶。天王星吗？想要哪个哪一首歌？跟天王星很难啊，就因为没有什么，都是那种饶舌，没有好像没有什么舞哎。有人要敲碗吗？提供点建议这样。You'll never know。
当我爬上了宝座，你之后就会走。你会觉得难？会啊，因为天王星都是比较多饶舌的部分，舞蹈动作没有很多。哎，我不小心跳掉了。快倒数看涨，等级飞天了，停下来了。哒哒哒哒，跳土星啊，难死！土星的舞真的很难，超难的。Just follow the rule，同样的问题，总同样答复。冠军，不行不行，迷雾真的不行，迷雾流就是迷雾真的很吃力。我要想一下。We gonna break it down。哎，但是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迷雾。里面有一个动作是我去做的，等一下。我没有那些温度，是时候采取行动，翻页下一幕。Follow my melody，踏出这一步。Oh la di da la， Oh la di da la。我思考一下。Follow the rule。同样的问题，总同样的答复。我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歌。他就，哎，没嘞，怎么就这样？我去看一下他们最新的。原子少年，哎，我给你们看绿豆碰，超好笑的。给你们看绿豆碰，等一下。听几个绿豆碰。我找一下那个图。哎，直接给你们。等下，东区抓莲雾还没处理，还没读，听一下。顶几颗绿豆泡啊！东区抓莲雾，还没处理，还没读。东区抓莲雾，顶几颗绿豆泡，这是那个鱼哥的限动哦，好好笑。东区抓莲雾，还没处理，还没读。没有啊，这不是歌词，这是。空耳，空耳，这是空耳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阿姨说你太酷，什么？前晚放卖部，听听阿姨说，你说你太酷。刚刚说你做什么动作？刚刚说你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做什么动作？很好笑哎、欸！我来看一下原版的歌词叫什么，来啊！谁跟我说超像的？来哦，来喽！Don't you China move? Don't you China move? Don't you 抓脸呜 I'ma do it, I'ma do. I'ma do it, I'ma do. 好难哦。Ding chica, little bomb. Ding chica, little bomb.
钉几个钻，钉几个绿豆泡，钉几个绿豆泡，超难的，真的回不去了，天哪，超好笑，这个真的是昨天笑疯哎，昨天这个真的是很棒，真的很好笑，钉几个绿豆泡。绿豆棒子歌没错，对，我真的也在想，就真的可以做一个 cover， 但是真的不知道哪，我选不出来要哪一首，真的选不出来，因为我全部这嘟嘟嘟嘟也是。这是金星，很好看啊，金星，哦哟，真的很好看，还是我跳这个，哎，蓝弟好强。哎哎哎，好好看，结果我开始看表演，结果我开始看了，太好看了，金星有你有点可爱，那我很喜欢芭比，我讲过芭比是我很喜欢的老师的弟弟吗？所以我很喜欢芭比，没有，没有吗？绝对是个蓝海，蓝海是什么？没说过，他是我很喜欢的老师的弟弟，所以对整个风格超像，超像的。谢谢黑杰克送的就是你哦。啊，好厉害！金星真的好厉害，实力很厉害。男孩就没有这种，嗯。哎。好好看啊，哦，好好看，清新的风格，哎，真的，这是开创新风格啊，他们就是开创一个新风格，很棒，很喜欢。是鬼鬼的声音吗？好好看，好啦，我就回去思考一下，回去思考，我现在在讲，就是再思考一下，我来想想看可不可以 cover 起来，但就是可能想想看，可能对，但我的 cover 临时起意，我的那个那脸的那个，我当时半夜看到，然后就突然想要学。谢谢物理上 Kiki 做你的喵。那我就结束，想想看。没错，那我今天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。我先看一下排行榜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耳朵好痛。
第十名是安莎克拉卡，第九名是呛辣咖喱，第八名是朱星当，第七名是 Jacken， 第六名是 TS， 第五名是 Derek Way， 第四名是翔，第三名是志宏，第二名是杨娟里的路，第一名是黑杰克。谢谢你们，然后瞬间把人，对，就是一个临时起意就开始拔舞了这样子，所以可能再看看。行，礼拜六见，拜拜。好的哟，我刚好吃了，拜拜拜拜。礼拜六见，拜拜。3、2、1，拜。下午跟我说红玫瑰，拜拜。